感觉外面好像有些骚动，该不会是看到艾布莱害君了吧？哎！不要停下来，奥兹！不要管我了，快走！啊！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快走！自由不会白白收获，而是要靠自己争取。快点站起来！我是演员陈继霞，在这个戏里面饰演奥斯的妈妈雅提卡。其实角色的区分对于配音员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们会跟随角色的原因，然后自己再做一些修整，然后对于声线的怎么去分布，这都是我们平常的练习，对我们来讲不是困难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小男生。中国话配中国话其实是还蛮困难的，因为每一个字每一个嘴都要对到，好，然后还要有情感的投入。至于外制片的这些配音，就是情感的投入，张嘴闭嘴，然后特殊表情能够对得上就好了。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都不简单，也不会太难。